大家好，我是李一桐，也是苏卷儿。Hello，大家好，我是毕文俊，也是韩征，在这儿呢。两位都知道来参加我的明星特别任务呢，就要颁发隐藏任务，然后我会先给两位隐藏任务卡，两位注意不要让对方看见哦。然后我们结束之后会来公布这个隐藏任务，看两位是否完成。好。然后这个是姐姐的。不看不看，我不看，好吧？看我也不让你看。对。文静也可以给粉丝们展示一下，好吧？不要让姐姐看到，偷偷看看，偷偷看看。你看，你看，我该我了。好，现在全世界只有你们两个人不知道隐藏任务了。然后我们今天的环节就正式开始了。然后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现在桌子上摆放的是糖豆子。我们第一个挑战就是不分心大挑战。然后两位呢需要从我们这个糖豆子碗里挑出红色的，挑到自己的碗里。然后同时呢，我会来问两位问题。好。对。然后挑的少的人要惩罚吗？答错问题或者挑错豆子的都需要接受惩罚。妈呀！好，咱们现在就开始了。行，来看这个筷子技术如何了。咱们女士优先，先问姐姐。来，现在就开始夹吗？还是现在就开始夹吧？哦，开始，好，开始了，开始了。你先夹。啊？两位可以一起夹了，然后咱们就是一起回答。好，开始，一二三，开始。回答。用三个词语描述见到对方的第一印象。我看你这个惩罚预定了，这有点分心啊？怎么描述对方的三个词是吗？对，青春、干净、温暖。哇，那文俊来描述一下姐姐吧。好好回答问题。好嘞，可爱、漂亮。别夹了，好好回答问题。那个，这叫什么？那个词儿？就这么分析？聪明，聪明。就这么难？就这么难？好，第二个问题，那文俊第二个问题先回答啊。在天场空闲的时候，对方最喜欢做什么事情来消磨时间？他喜欢站在那里，然后腿抖来抖去，一直身上是这样，抖抖抖抖抖，一直扭来扭去。姐姐，这个必须得回击。他喜欢做什么事情？他喜欢打自己。他捶自己。打自己就能跑，咔咔锤。好，那我们第三个问题，友情大挑战，说出对方最喜欢的一种食物颜色和口头禅。姐姐可以先来。食物颜色和口头禅。食物。相互喜欢吃的东西吗？对，对方喜欢吃的东西。他比较爱吃那个牛肉火锅，然后还有什么？颜色，一人回答一个吧，你先来。我在专心找东西。他爱吃的东西是吗？对。他喜欢吃西梅。颜色呢？颜色，粉色。姐姐，他回答的对吗？从前是蓝色，现在粉紫都行。那就算他回答的对吗？耶、答错了要接受惩罚。哦、先暂且算他对吧？好，没人。那两位可以再说一下对方的口头禅是什么？对方口头禅，这一块，卡卡炫。那姐姐的口头禅呢？文静可以说一下。他的口头禅我可不。真是，提个醒呗。我都不知道，我真不知道，我还没有什么特定的口头禅吧。啊，你有事儿吗你？然后我们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想问一下两位，就是知不知道网友给韩征和苏九起的 CP 名是什么？抢答题，九人果酒。惩罚预定了，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放送一个福利，来进行一个大提问啊。然后回忆一下对方最印象最深的一句台词，不能说错。对方印象最深的台词，印象最深的一句对方的台词。谁想起来可以先说。
笨蛋，下次不可以再这样。那文俊呢？想起来了。都这个时候了，你怎么不是骂我笨蛋，就是骂我蠢蛋的？我们演的是同场戏。哇，这考我课了。那再分享一件在片场发生的最有意思的事情吧，姐姐可以先来。片场最有意思的事情，嗯，片场怎么？片场每天都还挺有意思的，都嘎嘎乐每天。最有意思的，你有什么？陈赫一的冷笑话。对，两位可以分享一件也没事，可以商量商量。你还记得那场吗？我不记得了。就是你们两个在讲冷笑话，我在旁边突然间出来就不知道。啊，记得那一场，记得那场，然后呢？他的那个冷笑话一直你们两个一直在笑。哦，那是为什么我找的？哦，就是片里面有一个就是什么那个螃蟹，然后最后说你虾啊，就是那个螃蟹和虾的故事。嗯，是我不是我不虾，我是螃蟹。对对对，就是我对，冷笑话，自己加了一个冷笑话，我自己。好，那个我们最后给一个加分题吧。好，就是可以说出对方准确的身高吗？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精确的小数点啊，1.87米吧，对吗？对。哦，不是这个身高，就是说今天也是1.87米。对对对，就是这个，今天就是这数了，不改了。好，那我们这个问答就先告一段落，因为文俊输了，我们就要接受一个惩罚。那就是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猜到，就是我们文俊有一个特别的小技能，来到剧场上来。哦，这就咱就是说给大家炫一个，炫一个，那个瓶给我吧，炫一个。啊，这么炫，可以。这个呀，可以啊。或者帮忙挪一下那个桌子可以用不到了。行，那他那碗呢？碗怎么办？来，我来。也用不到了。来，王师傅，来干活。哎呀，我把我戒指摔了。那这个是不是让大鹏来？小心哦。没事。我也尝一个，好吃吗？好吃。现场炫糖。能不能先搁这儿吗？展示了。没事，没事，碰不到你。哎呦！来。可以截视频了，大家。我每次都看不过来。眼花缭乱，眼睛不够用。我这个真的很贵，很快啊，嗯，真的很贵。是不是在片场你也经常玩悠悠？看大家在说。哦，那还好，在现场我不拿这些东西。哎，不是给你做了一个古代的悠悠球吗？那对，拿我自己的那个改的。可以吧 ？OK， 那我们就先到这里，谢谢。先到这里，谢谢我们的大展示。然后我们就来哦，这就是惩罚呀？啊是啊，这不是奖励吗？让他多给大家展示一下才能也挺好啊。下把我还输。没错，姐姐想知道你如果输了的惩罚是什么吗？我是啥？就是要唱一首文俊的歌。哦，要来唱两句吗？哦，我还没输呢嘛。好，行，咱们就是不谈了，下一个任务。我们就是名场面大还原，然后两位都要还原一下属于各自的经典名场面。好，然后姐姐知道就是名场哪你要表演的是哪个名场面吗？可以猜一猜，就是最经典的那个，经典的之一。还是挺多的。对，就是挺多的。那咱就直接公布吧，就是阮含筝这一段。哦，咱们就是先来整一下，然后这个文俊的名场面，你知道吗？你这个应该更好猜一点。我看他这个动作，我就知道是啥了。对，就是这个动作，他是爆了，你知道吗？是，那咱就是姐。我都不是，我说这是啥？他一直在这样，你知道吗？一看就是要爆人，你知道吗？就是姐姐先来吧，阮含筝这一段。哦，就是我掐含筝那里是吗？对一下，哎，我那时候说啥来着？啊，这么弄脸会变大的，说我也让你脸也变大。哦，对，嗯。哦，对，你先掐的我，对，我先掐了你，然后我让你脸也变大，然后苏卷就是，哎呦，你的粉我都要给你，没事，给他抓掉。但是苏卷当时也挺用力的，就是啊，我要把你也抓掉，大家快接起来。然后那我们就下一个就是经典名场面，来这样一下，好呀，你要不要补充点体力？啊，那倒不，我都渴了，做个蹲起是吧？
我这儿补充一下吧，我怕你抱不动我。没有，我胃不太好。啊？嗯，胃不太好。你不渴吗？我不渴。那、啊、你应该抱不起我来哦。我能。行，那我们先看一下他。行不行？行，那哪能不行呢？行。你转过来呗，你到这个位置来，对，来。哎。转那边。啊？但是转那边吗？转哪边？转这边。啊，你们好拍是吧？对对对对。哦、好，来。嗨，一二三，走。哎，我听着谁说要蹲起？谁说的？啥？谁说要蹲起？啊，蹲起。蹲起也行。你把我扔了。哎。哎呦，哎呦，哎呦，三个可以了，三个可以了，就三个吧。好，他把我扔了。好，不至于。下来吗？谢谢文俊，谢谢。OK， 这会儿应该累了吧？给他喝口水。哎，要不要喝口水？喝口水吧。那个水。哎，我那水呢？哎，那个，哎，行。要不要喝一喝一口？喝一口。还是喝水吧。喝一口。还是喝水。喝一口，喝一口。太甜了，这个会。不太说话不太舒服，好吧。那我们先来进行下一个环节啊，然后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拍照姿势大挑战。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两位这样还可以看到超甜 vlog， 然后我们也看到好多网友都在说这简直是拍照姿势的模板。然后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教学或者还原几个甜蜜拍照姿势呢？然后我们现场会拍一下拍立得。好了，线上的网友们咱们就有福利了，咱们这个拍立得就是一个大抽奖大放送，好吧？大家想要的刷起来，拍立得呈上来。啊，这儿这儿这儿。两位可以来五个拍照 pose， 好，给大家，好。拍照 pose， 我们是对哪个？对自己的还是对一起的？这个对一起的吧，对一起的吧。五个拍照 pose， 然后这边是拍立得，可以看这边。主要是看这个最中间的这个。看拍立得吧。哦，好。第一个动作。你在里边刚刚拍了吗？咋了？没有。第二个，来，我们换第二个。啊，就是又耶，有没有甜一点的？啊？有没有甜一点？甜一点的，甜一点，甜一点。后面三张要甜一点的。那就离近点。可以复刻一下你们就是之前的那个在发在微博上的 pose。发在微博上有好几个，发在微博上。还有三个是吗？对，还有三个。那我们比个心。好。好。好，你赶紧想了。哎，我看大家都在刷想要，那就带李一桐、毕文俊、新浪扫楼给我发微博，想要的都要发微博，好吧？想要的都要发微博。发微博。还有两张。快发微博。那就离近一点嘛，就这样。然后我们一会儿扫楼结束以后抽奖，好吧？一、二、三。好。OK。最后一个啥呢？你来想啊，之前都是我想。哦，之前也是你想。带话题发微博哦。我看他们在说什么。你说想要。是是，上面写的什么送我送我。说什么想要。送我送我。泰利德，泰利德都说。来，你们说句话。想要，不给你，给你。那我们最后一个动作，好，最后一个，这个动作，大点的，我们脸颊比心吧，嗯，脸颊，好，耶 ，OK， 好，那我们这边的特别任务就先完成了，我们现在要前往我们微博的公区了，好，去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那个员工在做什么，好。这真的是我第一回扫楼哎！我也是第一回啊，你也是第一回，对，一回生二回熟啊，抖动起来。哎，谢谢。哎，慢点慢点，我来拿吧。Hello， 宝子们，你自己拿吗？啊，我们要拿着什么 ？Hello 呀，不可以自己拿。哦，翻转一下，你先转一下，先别翻，怎么翻？哦，你们看我今天带了个触触。我不会翻转，一会儿你翻一下。在那个设置里边。
嗯，我看一下在哪儿弄。设置右上角，右上角是叉，就然后就下播了。然后咱们前面的前往希望我给你看一眼，我现在因为我是竖的，哎，我是横的。您看一眼这个怎么弄？我跟你们说，新浪这个楼里面特别的温暖，家人们，我都出汗了。是因为你来了，大家才真的好暖和。有翻转吗？你看里边。啊，有有有。那边是吗？哦 ，OK。Hello。接下来这手机就交给你了，出发。哎，我水呢？哦，哎，我今天这个眼睛怎么老花片了？嗯，朋友特别喜欢您，给点。哎哎，老师们，待会儿再签，结束之后再签。哦，结束了，结束。哎，我先给你签一个，先签一个。谢谢。你这个没，你这个没水了。待会儿再签吧，待会儿没水了。没水了，姐，没水了，笔。你这个手机都怼我脸上了，刚才。没事，你的脸经经得起。谢谢谢谢。完了，被你给抓住了，看到了，被你。这边。哇哇，大家。哇，这边是另外一个工区是吗？哎，我怎么感觉大家的工位上都这么的喜庆，好精彩啊！随机挑一支带走。哎，我也想坐班了，坐在这儿就可以了。在哪儿？这儿，这边。哎，来来来来，我们稍微往前走点。咱们稍微错一下。往那边。是在这拍照。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新浪工区了。然后我们今天黎童和毕文俊来扫楼啦，欢迎来给大家送福利。然后我们来这里呢，就是要进行我们的第四个任务——求生欲大挑战。然后两位知道我们之前在你们两个各自的超话里，都向你们的粉丝征集了题目吗？然后，对，我们各征集了五个提问来向两位问答，然后这也是跟我们线上网友的一个小互动。好，然后我们还邀请了五位员工进行打分，每道题呢有三位以上的员工通过就表示答对了，然后答对三题以上可以获得我们新浪电视账号的置顶微博一条。然后我有个问题，就是已经有固那个标准答案了是吗？没有这个标准答案，就是看大家满不满意。对，就是说这个，咱就是说这五个人说了算。明白，明白。然后，答对了呢，就不是这个通过了呢，就可以获得我们这个置顶微博一条，然后内容就有两位一起商量发布就可以了。好。然后输了的呢，就要在对方的下班微博底下评论100字以上的小作文。100字。对，100字以上的。不能输。好久没有写过100字，求生欲是不是这个胜负欲上来了？胜负欲瞬间上来了，不能说五个那个员工来，可以这个这边了，咱们右手边吧，这边，还有两位呢，没事。这边是我们新浪电视的编辑老师，哎，好了，就是这个剧播期，就是他们在为你们狠狠的努力，加油，非常感谢。然后这次就是来为你们一个大打分，就是还有两位呢，我，还有一位呢，这儿好，五位啊，五位。咱们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没有对错，就是通过了就行，就看五位就是想不想让他们通过。好，我们就先向这个。行，男生发起提问吧，先让文俊发起提问。然后首先第一条就是，你最想用韩征的，因为韩征是奇族嘛，最想用他的什么技能去哄生气的女朋友？飞吧。萌。飞。秀秀秀。技能的秀秀秀。这个女朋友生气了，飞有什么用呢？我觉得大部分女生都比较喜欢玩游乐场的那些东西。然后可能这样的体验会让他们觉得很开心啊！但是我生气的时候，别人带我飞，我啊，你还能你还有人带你飞过？不是，就是坐那些啊。然后我生气，走，我带你去蹦极。那咱们这个五位老师，你们同意吗？啊，不同意的来给个叉，不同意来给个叉。我全票不通过。但不是说是用什么是他的。好，下一题。哎，太难了。如果苏九儿和韩征吵架离家出走了，韩征会不会主动去找他？当然了。
好，这个就是一个送分题了，咱们就让他通过了，好吧？对。啊，然后第三条，如果女生对你说我好想吃宵夜，但是又怕胖，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先把宵夜买了。哦。啊。然后呢？然后呢？吃或不吃，我觉得。我觉得这东西只要我买了，他想吃的话，他肯定会吃一点的吧。就是，首先得先有这个。不知道他喜欢吃什么吗？他肯定是知道才会买嘛，选他想吃的东西，然后之后买回来了之后。可是他重点是在他怕胖。他不胖啊。哦，这个、这个几位老师同意吗？同意，这就可以。哦，这个我get到点了，这个说到点上。哎呦，哦，第四条，这个就是你的粉丝真的很狠。嗯，他就是直接说这个，如果女朋友把你悠悠球摔坏了怎么办？现在的话还是最贵的，限量版。现在的话无所谓了，摔就摔了，这个人没事就行。哦，啊，就是球摔坏了没事。对对对对对。好。然后最后一题，如果说这个女生问你觉得我今天和昨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但实际上没什么大差别，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呢？这应该有坑，这个题我想一下。是，都是你的粉丝出给你的。其实没什么变化，就夸一下呗，就你今天比昨天更好看了，是这个意思不？对，但是你怎么夸呢？哎，你今天好像瘦了，是这意思吗？昨天胖没？这有坑啊！都不对呀、啊。对，那我要说你好像变美，那昨天不好看呗？这不对呀、啊，这个题呀、啊。这要考虑这么久吗？这女朋友这会儿已经生气了。就这么难吗？这挺难啊。好，几位老师说这个，只能是明天的女朋友。哦。你看，比今天更漂亮的，这有一个黄金答案哦。好，那这位几位老师应该是不给通过吧？这个因为有场外援助，好吧？那我们就算你答对三道题，三道题，好吧？勉强通过。好，谢谢，感谢，感谢，感谢。接下来问姐姐。好，哎，给我问出汗了，我跟你们说。这个也是同龄们向你发起的提问。好，然后第一道题就很。就是说这个距离，九儿虽然选择了韩中，但是想问现实里姐姐会喜欢呆萌暖心的小王爷还是事业心强的韩中呢？我觉得如果在九霄这种设定里面，大家可能会跟韩中更加合拍一点。嗯，那如果是剧外呢，你会选择这种呆萌暖心型的还是傲娇事业心强型的呢？可能会选择王爷那种当知心好朋友。嗯，明白了，就是最终还是韩正那个性格的，对。哦，那几位老师通过吗？通过，通过，通过。我们电视组的老师果然就是一个大通过。对，然后第二道题呢，就是因为韩正和九儿总是拌嘴吵架嘛，嗯，那两位在片场有发生过分歧、吵过架吗？如果吵架了，谁哄谁？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对，有没有什么一些小争执什么的？没有吵过架，但是我们经常互怼。嗯，就是可能是越来越熟了，就会这种互怼模式就更加的强烈，但都开玩笑。好，第三题，能不能说出三个韩征的缺点？韩征的缺点是吗？嗯。我先说刚开始的时候吧。嗯。就是刚开始都是他刚开始韩征的毛病，就是他太冷酷了。嗯。然后就是他太木了，刚开始，还有刚开始就是。太不懂苏娟了吧？嗯，还不让着女孩子。他的题跟我的题不是一个难度啊。那你能不能说出三个韩征的优点来反驳一下？优点吗？对。这么难说吗？优点这么难说吗？啊、好说，我只是这个突然问题又嫁到我这儿来了。优点就是说他一直在保护九儿，嘴上虽然说很硬，哎呀你离开我你是啥都不是，但其实只要是苏九儿有危险，他豁出命来也会救他。嗯。天哪，那我们就来问姐姐第四道题了，嗯、就是说这后面这两道题就是一个求生欲大挑战了，就是如果。嗯你给另一半买奶茶，哎，但是这个另一半恰好对猕猴桃它过敏了。猕猴桃过敏跟奶茶？啊，不重要，就是果茶也行啊。那这个时候你恰好在旺季的时候，你买了一杯这个果茶，你该怎么解释？咱现场就有一个。哦，
就是说他对这个过敏。对，但是你恰好忘记了，你该怎么解释？我今天就比如说素卷要给他，但是我忘记了韩征的这个。对，你忘记他过敏了，他如果看到这个他肯定会生气，但你确实忘了，你怎么去化解这个？我觉得今天这口奶茶你一定要喝，因为我把你所有过敏的元素全部都拿掉了，里面全是我的爱，都是素卷对韩征的爱。喝了吧，喝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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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渴了，慢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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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就是巧妙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对，哎、好，那我们包你不会过敏。好，那我们最后一道题就是说，如果这个男生说你吃的太多了，你该怎么回？如果这个男生问你吃的太多了，我又没让你养，我自己管自己，对吧？我都是自己买来的。是，咱们是个大女孩思维。那如果就是这个时候，女孩说自己胖了，你怎么回呢？这一点也不胖。就是明天她比今天的更瘦。对对对对对，她都套用那个答案了。那两位的回答，老师们满意吗？满意。过关。爱你们。那我们就是一个大通过了，所以我们的奖励就是。让用我们新浪电视的官微账号发一条微博，两位可以发巨炫内容，或者发其他你们想发任何内容都可以，然后我们把这条内容置顶，想多久就多久。好，好吧，来，两位可以讨论一下，然后你们可以就是决定，就直接就发了，对，直接用现在发一条文字是吗？发啥都行，你想配自拍也没有问题。对，然后直接点发布，咱就是不审，直接看，直接发。发文字，你这条微博是会置顶的，哦、所以你们可以利用这个置顶的一个权限，比如说你们想宣传的什么，比如说我们拍张照，然后发了欢迎大家来看九泉寒夜暖。哦，嗯、那有要照片吗？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我看看啊，你要说什么吗？如果，为啥是如果？嗯。或者来安利这个剧的啊，都可以。你就不八千就怎么着？你说吧。嗯，你就展示一下你的。嗯，你想吧。我真不知道，你提嘛。我们就合唱一首吧。嗯哼，好啊。哎，那天。我们就，但是他们会知道这条是我们发的，这不直播着哦。对对对，好，我给忘了。你刚刚都把我说出来了，哥，那他们能不知道吗？啊啊啊！唱一首歌，然后最后唱的是《爱情买卖》。爱情不是你想买，想买就能。你要不要 Q 一下剧名啊？我想想啊，苏远，哦对，你光，对对对，你来你来你来。我也想喝水了。你也喝奶茶。水吗？哎，你们每天在这里上班好幸福，好暖和哦。嗯嗯、都是因为你来了，所以这才这么热。平时我们这里都谢谢非常冷。真的吗？真的。嗯，可以了，就发送就行。什么叫留啊？不知道，你刚才删了一个。素卷，好，我们拍一张合照，大家就能懂了。来吧，拍一张。嗯，这不能拍照，得跳出来拍照。我们得跳出来拍。来吧。哇，就原相机。没关系，无惧原相机，真正的帅哥美女无惧原相机。我来吧，没事，怎么拍都美。可以吗？嗯。
OK。那我们编辑老师帮忙发一下吧，咱们就进行接下来的环节就行。可以。好，谢谢两位。然后我们就可以往前面去进行。我真的出汗了。我也出汗了。有粉丝来送礼物了。我真的出汗了。这里什么？哎呦妈呀！送给你了。哇，这不是那个我们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霸道总裁爱上娇俏女寻味之霸道少主爱上我，挺可爱的。对，这跟戏里面道具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同事都在磕 CP 的时候被抓包的一本书啊，这是一个本子吗？对对对对。哎，可以留作纪念，是当扇子了，太热了，我也是出汗了。然后我们可以往，我们前面的工区队，好，进行我们下一个任务就可以了。哎，圈圈累死了，还得一直举着防备。嗨，哎，我跟你们讲，他们工位上都好可爱。Hello. 稍微等我一下，等我们一会儿结束之后啊，哎。Hello。我去。Hello。好精彩，你们每天你们桌上好丰富啊。好漂亮，谢谢。小心哦，小心哦。等。哎，好，谢谢。哎、太热了。哎。啊，对比啊。真的，他们的工位上，我也想。等会儿你记得好。来上班了。你在哪坐？谢谢谢谢。先过一下。哎，我们要到哪儿呢？再往前走。太热了。哟，这是那个。我们来，我们先往前走。好了。先不签了。小心。等一下。等一下。那是我的。我们结束了，统一签一会儿。谢谢。不着急。哎，就在这儿，姐姐，就在这儿。好美。谢谢。OK。然后。哎，你把我拦住了。先收一下桌子，哎，这边，这边，是吧？哎，我桌子，这帮我拿一下，这边，来，哎，小鱼，哎，来，哎，大家可以往后退一点吗？可以往后退一点吗？给我们，走，对对对。往后拉是吗？往后不，人往后，人往后退一点，人往后退一点。对。嗯，然后呢，我们也给两位就是准在最后一个任务的这里准备两个道具，就是这两位应该也都很熟悉了，兔儿和狼儿。兔兔。对。然后我们最后一个任务呢，就是猜猜我是谁。我们呢也准备了一些就是。五官的图片，看两位能不能认出对方的。然后我们就先文俊先来吧。哎，这个是不是有难度？这个有一点难度。这个姐姐应该自己知道吧？我都有一点点。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猜就是这个了。这个实在是太，但是太快了，太快了。我觉得那个其实也有一点像，而且这个才不像呢。不是，而且感觉它中间跟我有一颗痣一样的。姐姐自己都猜错了啊！我其实最一开始，但是这个我其实最一开始我就在看它痣，但发现痣没不见了，但是还是它的嘴型。确实，好，猜对了。下一个，这实在是太快了。这个就不用找了，就第一张就是啊。还没到这个环节呢。好，可以了，可以强 Q 流程。好，我们下一个。哎，这个很难了，这个很难了。那我们先让姐姐再猜一下，你有点猜太快了。好，我们先让姐姐来。这个文俊自己知道吗？我知道啊。好，姐姐可以来看看。这个。猜对了吗？对啊。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你们俩这猜的也太快了，我们就觉得这个嘴很有难度。我都已经看出来这人是谁了。好，默 Q 过，下一个，这个眼睛。哦，下一个是猜眼睛。这个眼睛应该比较难猜，可以观察一下。文俊自己知道吗？哎，他们给的这个眼睛，哦，这个，这个，
猜对了吗？对啊，真厉害，一同。那我们现在再让文俊来猜一个。这个难度就是有点高了，咱们已经是猜到这个手了，这个就是说真的不是很了解的，这个真的是很难猜出来。这个而且还不清晰，这些手。是的，是的。这是什么难度？这个确实不清晰。猜出来可以给大家也展示一下。你自己能猜出来吗？这个肯定能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这个这两个手，反正确实不清晰。然后还有这两个手，我其实觉得这个像是他的手。我觉得这个和这个都有点像。我觉得这个是里面只有一个吗？是。哦，这个，哎，这个太模糊了。这个是根本看不出来，这个完全是。那你可以现场看一下，对比一下。但是这个上面好像就是还有马赛克，就是两毛五打印的。对，对，就是咱不是说这个省这点钱啊，咱只是说想模糊一下这个，说增加一下难度。故意，咱不是想省这点钱，咱不是故意模糊的呀。其他的肯定挺贵的，其他的都挺贵，那是不是就是这个呀？就是说，确实是吗？对，姐姐活动白裙的那个照片。不是，哎，我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你看那个马赛克有多么严重。但是经过滤镜之后，大家应该看不清楚那个。对，这个真的看不清楚。但是同龄们肯定知道。但是确实不清楚。那我们就是再前两天那个文俊猜，再来让姐姐猜一个啊。咱们就是说两个人的手都必须猜到。哎呀妈呀，真难呐。这个手就是，哎，这个手控福利来了，手控福利来了。这几个手都好好看啊，但是我是认识这个的，因为我们有拍那个九霄的那个每个人的手，是吧？是吧？太快了。好，那我们最后再来猜一个。你都发到网上去了，这张耳朵的，这个应该就是很熟悉了，这个应该这是猜啥？也是一个送分题。不是这个了哦，我知道、那个嘛，对吗，文俊？对啊，就是真的是一个送分题。好了，都不重要。那我们最后再来让文俊猜一个地狱级难度，咱们就是。但我这都很难哎。啊，你这也不简单。男孩子就要多承担一点。我猜花还是猜人呢？猜谁爆我的花？猜花加捧花照。捧花照，这是姐姐很火的那个照片，很多人超喜欢，点赞量超高。是不是金星？是不是这个？哎呀，看看这个会不会这明目张胆的作弊？应该是这个。明目张胆作弊，哎，不再想想了吗？你别误导我，我就不再想想了吗？应该是这个吧？哎，其他的都不像吗？姐姐自己肯定知道吧？我知道这个是，但是我在看其他的，是不是确定吗？这个应该是。确定吗？好，恭喜你答对了！哇，恭喜过关。然后呢，我们也准备了，就是一个小道具，然后这是准备给你的，可以送给啊。哦，还有送花，哎，跟这个还有还原一下这个，还挺像。这个就送给你了。哦，谢谢。然后他是这样捧着的。嗯哼。好想把这个花抛出去啊！然后再配一个这个，那姐姐就抛吧，我来抛个花吧。因为我们这里那个女同事都找不到对象，哦、就等着你抛这个花了。啊，我是来送婚的。对对对。这里哪边有水吗？好，没有水吧？咱们想要的举手。谁单身？谁单身？想要对象的举手。谁想结婚？谁想结婚？明天就结。这样吧，我公平起见哈，我那个转一圈我就转不明白了，然后我就往后抛，好不好？小心点，没有水哈。我怕洒你们一身水。哦，真的容易洒。姐姐好贴心哦，姐姐好贴心。小心，好了，我转了啊，来，闭上眼睛，停，哎，两圈，你要转几圈？三圈，哈，五，谁抢到了？谁抢到了？哇，你要结婚？恭喜！哇，你要结婚？祝福你，祝福你，祝你，祝大家永远幸福吧，
也祝你可以早日脱单。希望大家都要去关注九霄寒夜暖，九霄寒夜暖薯粉和韩蒸，好不好？谢谢，谢谢。对，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呢，就是进行到我们最后的环节。好，然后两位可以公布一下刚才的隐藏任务啦。你先说吧。你的，你猜有猜到吗？让我喝奶茶吗？哦，所以你是就喝了是吗？啊，哇！你知道我的任务，谢谢。你知道我的任务是啥吗？你的任务是什么？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你要让我喝奶茶，但是我不能喝。嗯，然后你的任务，但是我喝了。哦，你的任务是你不能喝。我知道你让我喝奶茶，但是然后我不能喝。对，我来跟姐姐说一下，你的任务是你要让文俊在扫楼过程中喝奶茶，但文俊的任务是他一开始就知道你的任务是喝奶茶，我就喝或者不喝。我就说为什么他好像还没有让我干什么给我下套，原来是这个。对，但是他还是选择喝了。啊，谢谢老板，谢谢。没有没有没有。对，所以文俊输了，他就要在姐姐下班微博底下评论100字以上的小作文。好吧，现在就可以构思起来了。捋捋捋捋捋。试一试，对，然后呢，咱们今天的小楼环节就到这里了，两位可以再来安利一下我们的《九霄寒夜暖》。好，大家一定要看《九霄寒夜暖》，因为不看你们会后悔的。嗯，对，可以看这里。好，一定要看，宝子们一定要看《九霄寒夜暖》，非常好看。对，非常好看，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什么时候还在看？哦，真的，追到多少集了？24。哦呦，厉害厉害厉害！啊，那哎，我昨天晚上回去追的时候，爆哭，我看到二胡八道走的时候，好难过。其实看到很看了很多遍了，应该，但是每次看的时候还是会很感动，就是尤其是老胡说自己那一段，然后希望大家对继续多多支持《九霄寒夜暖》，感谢。对，然后两位给我们准备了一些答谢礼物，可以分给我们现场的同事们。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九霄寒夜暖》，支持李一桐和毕文俊，还有支持我们苏九还有韩征，好不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里面还有男宝宝。看，然后两位可以给大家分一下。好 ，OK。想要的大家可以举手啊，大家可以分一下。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哎。哎。哎。大家多带我们帅哥美女的那个美图发微博啊！哎，哎呦，后面还有啊！我这是，对我这多，谢谢你们，谢谢。哎，好，稍等啊！哎，别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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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可以了，不要走得太远。哎，好，回来。好了好了好了，等我们一会儿结束了统一签。哎，好，稍微等一会儿，稍微等一会儿。好，那我们稍微等我一下，稍微等一会儿。对了，那我们剩下的礼物到时候老师们可以自行拿啊，然后咱们就可以跟直播 say 个拜拜了，然后咱们今天的小楼就结束了。好。感谢大家，就线上的朋友们也在观看我们这次这个。看哪边啊？就是看主要的还是看我们自己的？可以看自己。哦，看自己的。OK OK OK。对，然后希望大家继续支持《九霄寒夜暖》，感谢。好，一定要支持我们的《九霄寒夜暖》。谢谢谢谢谢谢，爱你们。那各位再见，拜拜。拜拜。嗯，拜拜。拜拜。